下面有四朵富贵牡丹，选一朵你最喜欢的，测你会发生什么好事儿。把全部幸福都藏在你身上。怎么样，小伙伴们，选好了吗？答案就在视频后面，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选项留言评论在下方，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和你选的一样。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，把所有美好都洒在你脸上。我想把你的世界全部都照亮，点亮在你最灿烂美好的时光。You never should feel, you're 30 down